对那些死者跟伤者，你也是很抱歉的。应该直接判我死刑。你跟阿星玩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漫画、小说啊，别再玩了吧。这也不敢，那也不敢，就看你要不要赌啊。大家都是想赶快找答案，赶快下定论。那些烂人一模一样。确定可以碰面哦？你可以再脱下来给我看一下。凭什么都是我们的问题？最好明天哦，就被哪个神经病一刀砍死。都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你只要愿意道歉，什么没有聪明。我现在看你还有在管法律吗？我不要看他的叶希德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变成阿修罗吗？但至少现在，我们都还可以选。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做的话，是不是也会很不一样？